巴基斯坦男子竟用$45就买下月球土地，超强礼物送给妻子进行炫耀，你敢相信吗？来自巴基斯坦拉瓦尔品地的男子阿莫受到了已故演员莱杰特的启发，在月球上的蒸汽海地区购买了一块土地送给妻子。据报道，阿莫以$45的价格向国际月球土地注册局 Luna Land 购买了一块约1200平的月球土地送给妻子当礼物。美国邮政总局还将月球地契证明寄到了这对夫妇的家中。阿莫的妻子玛迪哈表示，他在向朋友们炫耀这个独特的礼物的时候，大家还以为他在开玩笑，但是看到地契之后，他们竟然都相信了。阿莫说，国际月球学会与 NASA 合作，让购买土地的人优先获得上太空的权利。那这个月球地契证明到底有没有被国际真正认可呢？买月球土地的人真的拥有其所有权吗？他们真的能登上月球吗？这些问题我们不得而知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人类的占有欲和想要的东西啊，是无穷无尽的。